有香味呢，是花香的味道，就这个。这衣服上面的香味也很浓。这项链可够老的，这是黄泽明家里的，不会是他新婚老婆。后备箱里东西就这么多了，剩下的就是他身上的。哦，手机有问题吗？这手机是黄泽明交给我的，一切都拜托给我，也算是临终遗言吧。有了这个嘱托，这事儿我还真不能不管。等你有一会儿了。啊，老板。嗯，荷花，你怎么来了？我是给你选了点果脯，算是当茶点呗。我们这儿都有呢，你没必要花这个钱。可是这个不一样，这是农民自己晒的，说是绿色环保，纯天然的。好好好，那我收下。其实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谢你。荷花，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对于你和孩子，我本来就是有责任的。可是我知道这次让你做难了。哎，没事的，没事的。茶厂那边呢，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不会因为这一点点小事来责怪我的，没事的啊。那我就先走了，不耽误你做生意。那你不喝点茶了？你这好茶口淡，我喝不习惯。荷花，那从此我们又得像以前那么生分了。孟凡，你别这么说，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和孩子好。看来长征真是我的一个对手了。你说什么？哦，没什么意思。既然你要不留下，那我就送送你。孟凡，不管怎么说，我谢谢你。留步吧，不用送了。常先生，你有什么发现吗？你哥哥以前用香水吗？他从来不用香水。最后一次通话是什么时间？来这边的前几天，他给我打过一个电话，问我身体情况，然后说顾燕娇弄到了一只什么进口疫苗，打完之后一年都不会得流感，问我要不要也打一只，我才不稀罕顾燕娇的东西，就没要。还说什么了？还有就说他现在有多么多么幸福，我听着觉得烦，就找借口把电话给挂了。常先生，你发现什么问题了吗？要说问题，就是那香水。蜜蜂就是被你哥哥身上的香味引到他身边了。香水一定是顾燕娇给我哥的。是这样啊，黄小姐，现在我们想看一下你哥哥的尸体，但这需要你的授权。要解剖吗？那倒没必要，就是看一下外表。我同意。但是你记住，一定要保密。
警方那边我去协调。我知道不应该给你打电话的，但是我没忍住。你知道吗，长征？我觉得我自己可伟大了，我觉得我比别的女的都伟大，我可开心了，我做了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勇敢。没事啊，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特别开心。你忙吧，我不打扰你了，我先挂了啊。喂，黄小姐，我想问你个事儿啊，你确定黄太太肯定会参加葬礼吗？杨律师说他一定会过来的。哦，我明白了，谢谢啊。你有什么打算吗？你听我安排吧。好，再见。真不好意思，把你们的假期都给耽误了。没关系，不用客气。黄小姐，你哥哥的葬礼我们可能就不参加了。如果哥哥在世，一定当你们是最要好的朋友。替我们送一束鲜花吧。好的，老师。好，后会有期。谢谢。谢谢。我们去殡仪馆吧。好的。我看了，就那个什么梁律师一个人接机，应该有机会和小妹接触上吧？哪怕一个手势呢，是吧？小妹是个聪明人，那回去的理由随便找就行了。放心吧，大哥，我会注意的。啊，好嘞，嗯。大哥，那长征来了，我根本接触不上，我没机会下手啊。我知道，行，我先跟着看看吧。警官狄小姐，这是来参加葬礼啊？对呀、啊，我们是来给黄先生送行的。啊，我们不想录像。再怎么说，也得给黄先生留点礼物啊。这我就不明白了。这个礼物就是让
黄先生冤死的灵魂可以得到安宁，把杀害他的凶手绳之以法。赵警官，我丈夫是被谋杀的吗？凶手就在这儿。赵警官，董事长不是被蜜蜂蛰死的吗？没错，蜜蜂是直接的凶手，但是他的背后有另外的一只黑手，而这只黑手才是导致黄泽明先生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真正原因。常先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一起非常完美的谋杀案，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他先把黄泽明先生的体质改造成特殊的过敏体质，这种体质让蜜蜂蛰到以后必死无疑。第二，让蜜蜂蛰到他。那黄泽明的体质是怎么改变的呢？黄先生来百花谷的前一个星期，他的体内被注射了只有百花谷才有的蜜蜂的毒素。那么黄先生怎么能同意注射呢？因为是以注射流感疫苗的名义。黄小姐，你嫂子拿骨灰盒可能有点累，你能替她拿一下吗？常警官，董事长被蛰不是偶然的吗？当时你不也在现场吗？是，被蜜蜂蛰到是偶然的，但是黄泽明的死是必然的，因为之前他一直在用一种香水，而这种香水的味道和百花谷当中蜜蜂喜欢的鲜花的味道是一样的，所以黄先生本人和他的车子非常能够吸引蜜蜂。那么凶手是谁呢？于总，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凶手就是这个和我哥结婚不到两个星期就把他害死，得到1000万保险费的女人，就是这个马上要霸占我们皇家产业的女人。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难道我是杀人凶手吗？我跟我丈夫关系很好，我很爱他，我怎么可能杀他呢？再说了，我有作案动机吗？我有作案工具吗？我有作案时间吗？哪一点能证明是我杀了我丈夫？顾燕娇，你很清楚，你跟黄泽明结婚以后，如果他死了，你可以得到一大笔的遗产，而且你还让他立了一份对你十分有利的遗嘱。更为过分的是，在他死前的半个月，你怂恿他保了一份1000万的意外险，而这一切最大的受益人是你，这就是动机。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合着伙陷害我？难道就因为我是合法的继承这笔遗产吗？这能是动机吗？难道每一个合法的受益人都是谋杀者吗？哼，这是不是也太荒唐了？常先生，您刚才说的动机方面，我想只是你的推断而已。如果没有实证，你在指证我的当事人，这是对我的当事人和法律的不公正。证据当然有，香水是一个，而且有人证明这瓶香水就是顾燕娇送给黄泽明的。杀人凶手那是蜜蜂，不是香水。香水并不是直接的证据。我和百花谷的法医都验过尸，黄泽明的左臂上有一个针孔，那是注射毒素的时候留下的。那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因为黄泽明可以证明他哥哥死前的一个星期是注射了你弄来的蜜蜂的毒素，啊，就是所谓的流感疫苗，而且是你亲自注射。常警官，注射流感疫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问题，你给黄泽明注射的并不是流感疫苗，而是蜜蜂毒素。人的体内如果先前就有了同类的毒素物质，短期内如果再次被注入这种物质的话，那么人就会因为大面积的恶性过敏而导致死亡。好，那如果你能拿出证据，能证明是我给我丈夫注射了蜜蜂毒素，我可以束手就擒。证据拿出来啊。常先生，你们发现的针孔处有毒素吗？没有，因为黄泽明是过敏身亡，他的体内到处都是毒素，所以就算是我们找到了针孔，我们也无法证实那个地方就是被注射了毒素。所以啊，你所说的，你所推断的，这都是你自己的臆想，你这是在信口雌黄。顾燕娇，你确实很聪明，针头、注射器、药瓶都被销毁了，所以今天就算是案情大白于天下，我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指控你。
常先生，不可以指控他，这怎么可以？事实上就是这样。没有证据是吗？没有证据就是虚假的。泽敏，我知道你怀疑我，可是我真的是无辜的。我很爱你的哥哥，我跟你一样失去的都是亲人。你失去的是哥哥，我失去的是我的丈夫。他的死让我真的……好，你们家的财产我一分钱都不要，可以吗？我只是想送送他，不可以吗？那你连这个都不答应，你们没有证据，为什么要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常先生不可以放过这个女人。如果没有合法的依据，任何人不得限制黄太太的自由。是这样，在这个案子当中，我确实没有足够的证据去指控你，但你还是要跟我们走，因为我们怀疑你跟江阳的一起谋杀案有关，你必须接受调查。对不起，因为办案的需要，所以我们隐瞒了身份。我们是江阳市的刑警。我是香港公民，我跟你们湘江什么有什么关系啊？我不管你是哪人，既然警方把你列入了调查对象，你就必须接受调查。常警官，如果只是调查对象的话，那么在程序上……这个我懂，不用你提醒我，我会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我的调查。王太太，你不用担心，警方这面由我来去交涉。好，我跟你走，我看你要把我怎么样。尽力了，你不要有包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静观其变，伺机而战。我想会找到解决的办法的。你回来吧，不要紧张，一定要放松，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不是你，哎，你不是放我，你怎么了？你怎么回来不跟我说呀？你，我说，你听我说，这人多，你我不管，我陪你回来为什么不跟我说呀？我差点就走了，我陪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哎，荷花，来鱼香肉丝。哎，行了，菜差不多了。哎，
抢我做的饭了吧？那是，再好的饭店也比不上你这口啊。那我以后每天给你做啊，每天三菜一汤，保证一个月不重样。那我还不得蹭蹭长肉啊？哎，你这个年纪的男人就得有点肚子，才能镇得住人呢。哇，什么呀？哪有靠肚子镇人的呀？嗯，你别光管我，你也吃啊。我看着你吃，快吃，多吃点。我一看见你这么吃这么香，嗯，我就觉着我这决定做的挺伟大的。什么决定啊？没什么，来，干。那荷花，嗯，我怎么觉得你最近有什么事儿啊？你看你电话里边啊。你是不是担心我了？嗯。那你有没有惦记我呀？嗯，有。谁知道你会惦记我？那是你这人，要是没人惦记，那多悲惨啊！你是不是好长时间没人惦记了？你一大男人工作那么忙，又没人照顾，真是挺不容易的。我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离婚，是因为工作吗？算了，我也不想问那么多。反正你又不打老婆，你问他干嘛呀？哎，我敢保证。我比别人都勇敢，你信不信？真的，来，再干一杯。啊！你相信不相信？啊！我比所有女的加起来都能对你好。来，哎，喝呀！吃点鱼啊！哎。怎么了你啊？没事，吃鱼，自己煎。嗯，好。我在机场的时候，我跟你说，我。你可是有些日子没过来了，啊！我这前些日子出趟差，来尝尝我新上的茶。好，谢谢。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我想提醒常警官，在法律程序上，我再说一遍，我不需要你给我提醒任何法律程序上的事情。那这样更好。张毅案的凶手是一男一女，谋杀的目的是为了那颗叫幽灵泪的钻石。正是因为这颗钻石，你取得了黄泽明的信任，它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幽灵泪是我在拍卖会上竞拍来的，关于它的来历我并不清楚。王太太，你不用直接回答，警方所有的问题我都会为你与之进行交涉。我只是觉得常警官以此来做勾连是不是太荒谬了。你们最好相信警方，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那是不会动你的。我不但有证据证明你是张扬案的凶手之一，而且我还可以证明你和及其绑架案有直接的关系。一年前在枫林市的夜宵绑架勒索案当中，是你在洗浴中心取走了赎金，在省城浮华城上是你参与谋杀了企业家钟山，而且我们对你的背景也非常的了解。在张野案的案发前后，你曾经以顾迎春的名义租住在本市望江公寓6334室，你的花名叫一枝花，原名顾小倩，你是臭名昭著的夜宵集团的骨干。我不知道我个人的背景跟你所说这几个案子有什么关系。那么好，既然你承认了警方了解到的你的个人背景，我抗议。常警官，你这是对我当事人进行诱供。今天我只强调一点，如果你继续和警方抗拒到底，那你的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常警官，我可以控告你威胁我的当事人。没关系，梁律师，我能体谅常警官的心情。据我所知，每年公安部门都会积压很多的案子，对于一些大要案上面会下死命令的。做警察的嘛，压力也是很大的，都想尽快的找个角色把案子给结了。我说的对吗，常警官？看来你对我们公安部门的了解非常透彻啊，老江湖。现在是法治社会，很多事情越来越透明了。如果没有其他别的问题，我要求结束这次问讯。好啊，但是我希望你回去以后认认真真地想想我说过的话。我让你紧张了。对不起，我没有纪律，不能与你们交谈。你不用紧张，我不是罪犯。请回号。为什么直接说出她是顾小倩？给她压力。她什么反应？相当镇定。因为他猜得出来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但他也不了解我们取证到了哪个阶段。情绪不高啊，因为荷花吧。常老师，我可是你的高材生，这点素质我有。哼，行啊你。为了咱俩又能坐在一块儿吃饭，干杯。哎，干杯。干了。哎，干了。
谢谢你啊。说什么呢？老林都跟我说了。其实吧，我特别感激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觉得咱俩之间就没必要说付出不付出的了吧。反正我想，谁没工作呀，谁没难处啊，只要咱俩劲儿一处使，心在一块儿，比什么都重要。你说呢，长征？你说的对。你看，咱们有事的时候互相帮衬一下，是吧？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在一块儿吃吃饭、聊聊天，这不挺好的？朋友嘛。你是在装疯卖傻吗，长征？啊，我没装疯卖傻呀。我不想跟你做朋友，我想把你当老公。你不是这么想的吗？荷花，其实吧，我特明白你对我特别好。其实我也问过我自己很多次了，我到底能不能承担起你这么重的感情？可是我跟你说，我保证不了。我没让你保证啊，我也不能保证我以后会发生什么。我不想想那么多，我现在就想知道你是不是喜欢我，你是不是爱我。你说吧，你现在有没有那种喜欢我的感觉？不是，荷花，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跟你说，我……你说什么呀？你想说什么呀？我想问你，我告诉你，长征，我跟你好，林孟凡跟我说是，我是在拿青春赌明天，但是我有这个勇气，我愿意赌。我现在就想问问你，你想不想赌啊？我现在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你是不是真的爱我？你是不是真的想跟我在一起？我告诉你，长征，那天我连包袱都收拾了，林孟凡在车站等着我，但是我在车上，我想，如果我生活中没有你，我可能会特别不快乐，所以我就又回来了。不是，荷花，你别跟我这磕磕唧唧的。反正我决定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哎，等一下，走吧。杜律师，请您稍等一下，我去找苏绕。行，谢谢啊。当事人吧，非说这儿条件不好，说是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嘿，你这当事人可真幽默。他不是幽默，是啰嗦。在我这儿吧，说了半天，我也没办法，工作嘛。您看，要是方便，能不能让我看一下？要说呢，这儿的待遇肯定不如大酒店，但对那些嫌疑人，待遇就不错了。对。所以啊，我就是想看看咱们这儿的伙食、住宿条件，要不方便就算了，没事。那有什么不方便？我们这儿绝对达标公道，像什么人权了这种，我们就不要供起来了。你可以随便溜达。
回去之后也可以给我们宣传宣传。那没问题，组长，给您添麻烦了。哎，没得说，你可以进去随便找个人陪陪你。行，前面还有点事儿。行，多谢多谢啊。好嘞，行，回见啊，回见。哎，丁畅，给我来了。时间很紧迫，如果我们还不能获得有力的口供和有说服力的证据，那么时限一到，我们没有理由再扣押顾小倩。取证工作我们正在推进，但现实情况呢，长征了解，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有所突破，难度很大。但是我们已经把棒子砸下去了呀。没错，棒子既然打下去了，我就不相信会没有反应。这段时间风平浪静，正好印证了我们的判断，叶笑在做观望。只要他在做观望，我们就可以拎着他走。而且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取证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摆一个迷魂阵。你是说吓唬吓唬他？对。梁局这边抓紧时间做取证的工作。我是这么想，在这期间我们能不能传递一些信息给顾小倩。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谢谢你啊，我今天功课愉快。
见。